我啱收到風，阿佛嗰邊咧決定派大飛出嚟同你爭坐管個位。大飛，不過咁奇啦，你係嘴威嘴猛，有兵又有金，你坐管嗰個位，相信冇人會反對。班友真係冇用，又俾條差佬走甩咗，袋錢真係差佬攞咗。 而家连差佬嗰边都正式查佢，仲停埋佢职。如果唔系有料到嘅，点会连自己人都喐啊？下次等我出马，实夹到佢翻嚟见你。你又有事？我仔猫嚟噶，九条命啊！冇事啊，放心啩。冇担心过啊。 为佢感情，大家都有责。你平时唔会讲呢啲说话喎。你结婚嗰阵时同我讲，你话会一生一世照顾我噶。结婚讲嘅誓言，好多时候都系巡礼嘅啫。你问翻我，我都未必记得翻。我做一个决定，温哥协议书，你签咗。我相信你应该唔会反对。 我俾咗咁多料你，你居然仲话未够料砌死高家升？咩嚟噶？啊，唔系我噶，打俾高家升，叫佢即刻过嚟。送佢上阵。 死，我一齐死咯，好惊。人类继续浮冲，时代继续沉溺，难道窄路难走，我就跳落悬崖。 巨人本信念远大无涯，是热血在苏醒，是倔强在呼吸，谁能理解？我擦掉伤疤，我擦下火花，我未曾妥协放下信仰，谁会怕世事歪我？ 跨越过了，发现天大地大，无论挫败无数，无论捍卫什么，唯独信念和气，气决不会变卖，任道理在倾轧，任命数在取壁，不可压。 喂，天，你几时翻嚟嘅？嚟呢一度做咩啊？你揾你啊？揾我？呢度唔需要你喎。你问你嘅哥啦。
佢只脚中咗一刀，医生检查过，冇乜大碍。唔交同家星啦，佢哋只系受咗轻伤，唔使担心。嗰班蛊惑仔个个都立晒架撑，凶神恶煞咁，好彩家星遇到咩抌，如果唔系死梗啊！咁迷你仓系边个杀嘅咧？可能佢得罪人鬼打鬼，俾人借机寻仇都唔出奇啊！总之件事一啲都唔简单，谂唔到家星件事会牵连咗咁多嘢出。 张玲点啊？医生检查过，佢冇咩大碍，佢而家瞓紧觉。嗯，你翻去先，我喺度陪佢得噶啦。咦，万 Sir 好似同Madam好熟咁喎。系啊，张玲喺重案嘅时候，我已经好熟噶啦。不过平日比较低调。我从来都冇听 Madam 话过佢同你拍紧拖噶喎。Madam 眼光都唔似咁差啦，嗬。我老母八卦，我哋翻去先。 等先，呢个万 Sir 真系当正自己 Madam 好条仔咁喎。平时都唔觉得 Madam 有拖拍噶，仲要系佢添。慧玲又未醒翻，所以冇得否认，话唔定系万 Sir 一厢情愿单恋佢啫。 呢啲嘢咧，真系麻烦，应该早啲搞清楚。有道理，人哋啲私生活嚟噶嘛，你理得咁多啊？你俾阿 Sir 拨过啊？走啦。阿嘉丽啊？咩事啊，辉哥？你今晚有冇时间？我约咗 friend 喎，有事啊？唔有啦佢。如果系你约我嘅话。 今日傍晚時分，一隊西九嘅機動部隊喺果欄執行巡邏任務嘅時候，遇到黑幫埋伏追殺，多名成員受傷，送院救治，傷勢未明。大部分有份追殺嘅黑幫成員亦都被趕到場嘅機動部隊隊員制服。警方表示一定會嚴肅追究整件案件，追究幕後黑手。 我睇新闻先知你嗰队 PTU 又遇到枪战，你冇事啊嘛？冇事，撞亲下啫，留几日院。你担心我啊？系啊，你冇事就好啦。不过新闻话你哋有好多伙计都受咗伤。系啊系啊，阿 Madam 晕咗，嘉星我唔知咩事啦。嘉星，喂？ 喂 ，Lisa， 你好，唔该，我想问下高嘉星喺边间房啊？等一阵啊，高嘉星，嘉星，Lisa， 你过嚟玩我噶？ 小姐，你揾嗰个高嘉星喺 A 座301号床。高嘉星，你点解揾高嘉星啊？Lisa，
Lisa， 你做乜见到我跑啊？你唔嚟揾我噶？你识得嘉星？ 当初系你话帮我洗贴面衣，搵个替死鬼入啲钱落佢户口度噶。你系想故意害佢嘅，但系你又咁关心佢，你到底想点啊？你讲啊！我冇咩好同你讲，对唔住啊，Lisa。 辉哥，点解带我嚟酒吧嘅？咦，带朋友嚟啊？我叫嘉丽，系辉哥嘅同事，你就系辉哥开酒吧个 friend 啊？系，你唔介意嘅可以叫我丽华姐。丽华姐，你饮啲乜嘢？我平时好少饮酒噶。一个 margarita。 好。辉哥。 你约我出嚟，系咪有嘢想同我讲啊？你知唔知 Margarita 背后有个故事？酒嘅背后都有故事？嗯，好耐之前有个 bartender 参加咗一次调酒比赛，佢调制咗一杯 Margarita 出嚟，佢赢埋冠军。原来 Margarita 呢个名就系佢初恋情人个名，但好不幸喺一次意外里边。 Margarita 死咗，所以佢就用呢杯酒嚟到纪念佢嘅初恋情人。好浪漫啊！不过我唔明你想讲啲咩喎。我系想话俾你知啦，一世人流流长，梗会有啲遗憾，间唔中都会出嚟痛下，等你记得佢仲系存在。你系咪讲紧？ 你同你太太啊？唔係。Margarita， 唔該。好耐之前啦，我曾經有過一個女朋友，我哋兩個人經歷咗好多嘢，但係到最後，大家都冇喺埋一齊。但係佢喺我心目中，始終冇人可以取代到。你明唔明啊？ 我唔明啊，咩遗憾啫？人系要向前望噶嘛，我唔会介意，我有信心可以代替到呢个位置噶。小妹妹，你今日几多岁？你知唔知可以做得你爹哋？佢根本一啲都唔适合你，你边系揾一个适合你嘅男仔做好啦？我就系中意辉哥呢种咁成熟嘅男人。你知唔知佢已经结咗婚？ 我知啊，但系我知道佢哋咁多年嚟都系最少离多，感情都淡咗，都唔似夫妻嘅。咁你唔介意做第三者？我介意啊，所以我会一直等辉哥，等到佢哋两个分开，而唔系而家就介入。所以我唔认为自己系第三者。嘉丽啊，我叫你嚟咧，系想话俾你知，我同你之间啊。 只系同事嘅关系，系唔会有其他嘢。你真系走出嚟啊？做乜嘢啊？你用力揸实佢，放开佢。 有啲嘢咧唔属于你嘅咧，就算你差到几紧都好，始终都系唔属于你，始终有一日会消失，不如早啲放手，咁你唔会伤到自己。你哋讲晒古仔，做晒比喻。 我仲可以讲咩啊？
计划啫。你同辉哥系咩关系啊？我哋普通朋友嚟嘅啫，佢老婆对佢好好噶。隔篱。得啦，你想叫我死心啊嘛？丽华姐，有咩酒系啱失恋嘅人饮噶？麦天尼啊，佢背后又有个好凄美嘅故仔噶。冇，不过你饮咗呢杯酒之后咧，就会好容易醉。咁而家咪最适合你饮，饮完之后就咩都唔记得晒，咁咪可以重新醉。啱，就饮呢只啦。今季英超，我同公司赚咗8000个，仲有大角咗去小巴线新开嘅，全部关晒个公司。嗱，我同公司赚唔少钱嘅，对得住公司有余啦，系嘛？系，大飞呢排咧喺出边就做咗唔少嘢嘅，亦都帮公司搵咗唔少，辛苦你啊！大飞个院仔墙被差佬冚咗，要阿公接3000万，扣咗翻嚟，我系咪多佢？Panda， 呢期你就出位啦 ，TT 同阿挛煲个场都俾你食埋啦，条数好襟计喎。帮公司拓展业务，一毫子都冇收阿公，你唔系讲呢个问题啊？即系你帮阿公做咗好多嘢啦，自叻你啦。好啦好啦，其实今日我叫大家嚟咧，系想同大家讲一声，我老啦，想退休。新嘢。你做開坐管呢一個位置，上上下下都揾到食，你做多屆落去啦。人老啦，身體啲毛病就嚟啦。而家都後生仔嘅天下啦，我又唔想阻住啲後生嘅前進。到時如果有啲咩唔妥、傾唔掂嘅，咁啊出嚟幫下開下會咁啦。係啦，你哋各位心目中。有邊一個後生嘅，你哋覺得可以帶住我哋公司前進嘅？大飛同阿 Brenda 呢期就最出位嘅，一定係是打個坐噶啦。我哋要選嘅係坐管，就唔係要選個最打得最出位嘅人，下下都要以和為貴啊嘛。咁樣先可以幫我哋公司攞到最大嘅利益。你成日同差佬對抗博出位，咁樣對公司一啲着數都冇，個字頭要撞大咧。是要谷的就不是縮的出來行其要硬聲夠大沒說錯吧對付差佬當然是犯法的啦對付差佬怎會不犯法啊他手腳不乾淨啊拿我們的錢啊現在幫警察報教訓啊他有什麼問題啊 Panda 你要記住專打出頭鳥真係諗唔到嘉麗咁飲得，係咁吹酒飲，嗌極都唔停。其實我都好明佢嘅，喺一個人最清醒嘅時候，要面對咁多唔開心嘅嘢，俾著我都要麻醉下自己咯。好彩我聽日 day off 啫，如果唔係啊，都唔知點翻工。你唔使擔心喎，我同佢講低咗噶啦。如果佢真的喝醉了酒，他哋會送你回家。唔該曬。其實你應該跟我 say sorry 先啊。點解？呢咁嘅事，係咪應該你老婆去幫你處理？我冇諗過要佢幫啊。就算我要佢幫，佢都未必肯幫。做咩啊？你哋兩個有啲咩事啊？佢會同我離婚，連婚居協議書準備好。咁你點諗？我對佢唔住啊！如果簽個名可以令我開心啲嘅話，
咁我哋又唔敢做。乜咁多年嘅感情，话放低就可以放低嘅咩？结咗婚咁多年，我哋谂嘅嘢、行嘅路都越嚟越……我知佢一直都好辛苦，系我拖得佢太耐。 其实今次嘅提出离婚啦，我可能要多谢佢，多谢佢帮我解决咗一直以嚟我喺度逃避紧、敢面对嘅问题。乜你觉得你老婆好伟大？系我一直都唔敢落呢个决定，先至会浪费咗大家咁多时间。 我欠佢嘅嘢实在太多，我真系唔知点样补偿翻俾佢。补偿翻佢？你要感激佢，咁我咧？咁我以前帮你受咗咁多委屈，又边个补偿翻俾我啊？譬如话，点解你会咁讲嘅？ 系咪有啲咩我唔知噶？你冇咩要先？既然你觉得你老婆受咁多委屈嘅话，你咪唔好签嗰张分居纸咯。Sorry 啊，系我讲错嘢。错，你咩都冇错，咩都系我嘅错。Sorry， 走先。 Lisa，Lisa， 你听我讲先，唔理发生咩事都好，我对你系唔会变噶，我哋照计划。 尽快离开香港，开始我哋新生活。你复翻电话俾我先啦。请问用？点啊？有咩资料想俾我？其实今日嚟，我系想话俾你知，嗰袋钱唔系高家升攞走，成件事同佢都冇关。你讲咩话？嗰笔钱系我私自揾人入落佢户口。 我只系想佢试下俾人出卖嘅滋味。咁你而家又唔想人怀疑佢啦？冇错，我已经玩够啦。咁袋钱系边个攞啊？其实袋钱系家豪攞嘅，都系我提议佢揾家星做替死鬼，所以家星真系无辜噶。你一时又向我告发高家星，一时又想帮佢甩身。 高家星，我应该要多谢你。你知唔知报假案俾假口供系犯法，要坐监？我已经讲得好清楚，钱系我揾人分别入落佢户口嘅。如果你要拉就拉我，佢系无辜噶。有啲游戏开始咗，唔到你话唔玩就唔玩，会死人。你同高家星到底系咩关系？
好，我话俾你听，我系为咗想报复佢，因为佢背叛过我阿哥。你阿哥？我系 T T 嘅细妹，嘉嘉。咁冇爽味，兄弟哥，点解今日咁早过嚟啊？嚟咗都唔讲声，等我煲定汤啊嘛。点啊？你叫我特级检查咧？检查咩啊？唔通你惊我屋企收埋个男人啊？边个激到你咁唔开心啊？心嚟揾我啊！你当我系发泄工具嚟啊？你唔好唔开心啊，话啲听啊！咪你想死咗？咩话？你想我细佬佢死咗？他死了，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你伤心？为什么你不伤心？你就是人来的，疯了，为什么打我？你是我女人，不是你作为我弟弟，你不是把我打，你背叛我。你唔好听出面啲人乱讲嘢，我冇背叛你 ，Panda 哥。你当我傻啊？你系咪当我傻啊？你搞埋一齐，你以为我唔知啊？我扮唔知。你食烟噶嘛？你食烟噶嘛？啊？系咯，既然都发现咗咯，你想点样 ，Panda 哥？你有中意过我咩？你有需要的时候先来找我，你只不过是当我是发泄工具。你这帮男人是狗来的。狗？你说什么狗啊？你想不想我就地正法你啊？答啊！你那时候在 TT 里抢我过来，杀了我，那就没事了。只有我被打乱你，没事乱我被打你，没事乱我被打你。你背叛我，你俾老母我大，我点再行？我仲点可以再行啊？你知唔知？好多马甩佬咧，都中意。同你一齐噶嘛，好多马甩佬啊，成日及住你，因为佢哋中意你皮肤够白，又白又滑咧，又白又滑啊！我就等多啲人，睇下你有几白几滑，跪添，跪添。我要噶，俾个机会你，你睇清楚，佢有几百几万，叫晒啲兄弟过嚟，睇清楚佢有几百几万，然之后掟佢落个货柜度，送佢去南非，等佢晒到黑黑实实，又白又黑。好啊，大佬，唔好唔耐。
冇意思啊，得罪曬。走啊！咦，我 Rex， 做咩翻咗嚟嘅？诶，点解你会翻嚟嘅？你唔系去美国睇你阿爷嘅咩？我阿爷冇事啦，翻嚟休假，我同大队长讲咗啦。又会咁快冇事，咁神奇？冇事咪冇事咯，乜你好想我爷有事咩？发咩神经啊？家豪可能太过担心佢阿爷，心情先会咁差嘅啫。换衫 ，fall in 啊！你点啊？有咩事啊？冇事啊嘛，冇事。你同我咁 friend， 你一定知道喺边噶啦。冇，辉哥，当紧监噶，你讲咩电话 ？Sorry sir， 你呢排有啲唔妥喎，唔系有啲咩事啊嘛？我冇事，辉哥。你阿爷真系冇事？我阿爷冇事，辉哥。咁好啦，啊，辉哥啊，古拉嗰单嘢咧，班古惑仔几鬼狼，警察都揾到，竟然同 Panda 有关，点解坐咗边仲唔拉人嘅？拗书话唔够证据啊，而且大队郁家升安埋李昌又死埋。整件事變得更加複雜。黎昌死咗，仲係嘉先殺嘅？點解咁講？我冇估下啫。你知啦 ，Panda 原來喺嘉先攞袋錢，所以要黎昌搏佢。咁啊，嘉先為咗保命，殺咗都好正常啫。嗱，首先嘉先係自己夥計，而且當時何慧玲同嘉先一齊，呢單嘢肯定唔關嘉先事。咁唔关阿嘉星事，到底系边个咧？系边个做都好啦，呢单嘢肯定另有内情，唔会咁简单。辉哥，咁呢件事同我嘉星无关，但系 Panda 咁样做，摆明就系挑战我哋警方嘅啫。唔得一句冇证据就算？你点好啊？我覺得 Panda 肯定會做嘢。喂，新嘢，劉建輝嚟咗。新爷，坐。冇见你十几年，今日嚟揾我有咩指教？指教唔敢当。新爷啊，即系有啲嘢想同你倾下。你都知啦，几廿年嚟，差人同古惑仔都系对立。黑白之间要分明，边个犯咗事就一定要拉。你哋到今日仲可以有餐饭食，都系因为你知道有规有矩，先至可以有生存嘅空间。而且有一样嘢，大家亦都好清楚，有啲嘢绝对唔可以过一条底线。大佬。
認唔認到你條友？同四條同一隊 PTU 喺大排檔同阿四條一齊。原來係你。做嘢。Rest， 輝哥，教授失咗聯絡。一名隶属西九总部的 PTU 警员詹家豪，到现在为止都仍然未找到他的下落。家豪是自己伙计，现在他不见了，我们无论找得多辛苦都好，都要找他回来。我们警队上上下下绝对不会被任何人挑战我们警方，我们会查出谁做，将他绳之以法。 Panda， 你老老实实答我，詹家豪单嘢是不是你搞的？你唔肯定系我搞，我搞咯。同你預料嘅一樣，仲多咗個差佬揾 Panda， 佢成個人就可以激到癲嘅。有證據咪拉我咯！你大膽啊，差人嘅咁玩。由今日開始，包你冇運行。我劉建輝講嘅，我都同你講啊。劉建輝差錢，我唔該你教下你啲僆，就唔好貪贓枉法。係你條僆攞咗我啲錢，佢叫詹家豪。香港警方對於打擊黑社會同埋犯罪嘅活動絕對唔會手軟。開燈，叫負責人出嚟撐做嘢。任何人挑戰香港警方嘅底線同埋權力，只有徒勞無功。二派劉紅咧，響曬黨啦，搞到班差佬日夜咁嚟掃太平地。香港係有足夠嘅能力維持治安。出面班差佬及到我哋實一實，如果公司交俾你，我一定都要冇運行噶。我懷疑我哋社團入邊有鬼。你自己親眼睇到啦，各位叔父啊，冇個人肯撐你，退選啦。There was a time， 共你走得多枯燥，每一步。There was a time， 讓你哭泣不知道，太驕傲。冷暖世界对爱太多禁忌，太多不必的顾忌。我爱你，你爱我，放开戒备去一起。All we need is time。time， 热爱比孤单恐怖，要怎做？冷暖世界对爱太多禁忌，太多不必的顾忌。我爱你，你爱我，放开戒备去一起。All we need is time。未来日子，我知道，让时日紧。爱消耗，用时让走，多点更好。All we need is time。未来幸福，我跟你越来越懂爱惜你，共同累积欢喜与悲。There was a time， 共你只懂玩心理。大风里 ，There was a time， 未会珍惜身边你，要躲避。这次我再与你设身处地去找开心的气味，爱过错过痛过永不觉累，要一起。